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北京时间3月4日 ,NBA 常规在公牛客场挑战老鹰。此役公牛反客为主抢得开局第三节双方互送小高潮比分紧咬进入末节。决胜时刻特雷杨送出关键助攻和两记三分独造9分帮助老鹰锁定胜局。最终老鹰以130-124力克公牛赛季三负公牛后终于完成复仇。此役过后公牛也是吞下三连败东部排名早被成反超跌至第三。比赛数据公牛拉文22分7助攻德罗赞22分7篮板8助攻二抢断6次犯规武器维奇21分11篮板5助攻怀特15分5助攻多森姆15分4助攻老鹰特雷杨39分13助攻3分球 ,9 中7末节6中6轰下16分波格丹诺维奇20分2盖帽亨特18分赫尔特17分卡佩拉12分11篮板加里纳利11分5篮板本场之星特雷杨送关键球拒绝横扫次役特雷杨轰下得分助攻的两双引领老鹰6人上双末节关键时刻他的两记三分彻底杀死比赛帮助球队扭转局势最终拒绝横扫击败公牛。本场高光招牌空接特雷杨助飞卡佩拉空接暴扣德罗赞连线小琼斯招牌跳投德罗赞一招先吃遍天高难度后仰加里纳利稳稳命中一言不合送暴扣亨特突破略框高难度上篮拉文送上回头望月关